好，但接下来恐怕大家更想要的是好小子的球衣了，他在场上魅力无法挡呢，就连林书豪这阿嬷跟大伯也都说要把他去年回到台湾所穿上场的红色球衣拿出来义卖做公益，还强调这真的是保证原味的好神球衣。全世界和林书豪最近的距离不在尼克队里，是这件和他贴身相伴在球场发威的红色球衣，这可是豪神在台湾唯一穿过留下来的，现在原汁原味要义卖啦。要有穿过才有价值哈，其中这一套哈有穿过，其他的哈标签还在，所以呢那个黑龙给就对。大红色球衣秀的是林书豪上个赛季特别选的上帝七号，这是他去年暑假回台湾打球穿上场的豪球衣，当初在 NBA 不得志，现在连赞助厂商都没料到有一天球衣也会变黄金。只有他会员是英雄，他还知道说半年说你替我们代言，不知道他说今天会这么成名，对不对？所以这个始料未及。林书豪的阿嬷和大伯现在要义卖原汁原味的豪球衣，全部所得捐出来，没有底价，只有爱心要做公益。至于人人笑赏的好小子签名照，就剩这么一张，绝对不卖。这张也想要把它签一下哈，不过这个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我一定要留在家里哈。贴身豪衣高调要义卖，场边的豪迷人人有机会抢到林书豪穿过的男人味球衣。中天新闻陈孟辉彰化采访报道。